的时候，你的歌词竟然唱错了。两个人分手没有因为第三者，不要啦，那我们就应该给予祝福。对，是是是是是。所以你会给诅咒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会给。对对，什么？各位，宪哥是会最会在人群当中找出来那种滥竽充数哦，要来抓的是海产，我不懦弱那里开始 solo solo 来。就让我走，让我开始享受自由。真的不难过吗？就让我走。可以给祝福的时候，何必给诅咒？对呀，对啊，两个人相爱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真心的爱着他。是是是，两个人分手没有因为第三者，不要啦，那我们就应该给予祝福。对，是是是是是，所以你会给诅咒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会给。对，为什么？没有了，给祝福，祝福，龙年龙年，好运龙中来。怎么突然拜年？是一天又一天。哇，好有感觉哦！来，你的 MV 赶快把它拍完。好难过。你的歌词竟然唱错了，他太悲伤，太悲伤，悲伤，悲伤。OK OK OK OK， 没事，对啊，神经病。他演那一出，我演了一出戏啊，演的快，演的很好哎。刚刚那个男女主角都有 MV 也拍完，有，对对对，好吧，我们也祝福了哈，对了，祝福什么呢？祝福什么呢？母子平安。母子均安，母子均安，对对对对，我们怎么一直在？对啊，怎么让人家伤口撒盐？看怎么看大飞都觉得是一串腊肉，哎，因为我放太多盐巴了，好可惜。